迷灵一第十章第一个部分静心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点这一边，总共有四格，我们只要点后面三格就可以了。一二三，后面三格哦。好，第一题。点出中心点，好，一定要轻轻点，不然以后会妨碍我们写字哦，我们写字会不敢写，因为点太大了。好，偏左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太左边，所以一开始就点不准了。向右边修正，啊，好一点了，但是左边还是会有问题，注意一下。好，点一个，轻轻点哦，甚至像老师刚才一开始点那样就可以了。这点这么大，我们写字的时候，那要不要写上去啊？会有障碍，所以要轻轻点就好了。好，写完一个。就给老师批改。好，连续有三题要点。好，点完这三题就可以换下一个。第二题，点出中上，中间的上面。十号十五楼，八号站台。好，轻轻点就可以了。哇，偏低，再高一点。可以再高一点点。好。好，同样的第二题，一个一个拿给老师批改，答对三题就可以做下一题。第三题，点出中下十号五楼，十号五楼几号站牌？二号站牌，哇，这看起来中间又不准了，对不对？中间这样子弄，接下来这里的中间二号站牌，所以真的要轻轻点哈。好，偏左边了。在下面一点点，对，应该拿尖的铅笔来点。好，这是第三题，如何一题一题来？如果全部正确了，好，就完成这个部分了。